是背叛，是你的担任，我却相信那种虚假气氛，或许更是你有感情没责任。Oh,
像我们的 live 演唱会取名为恋情歌，其实是有它的意义存在的。对，有许多人会说，在这个年代里头，流行歌曲是不是非作情歌不可？事实上，你会发现歌曲它，流行歌曲有一种很大的功效，就是它可以疗伤止痛，它还可以带领你走向那种恋爱的甜蜜。今天的孟庭苇的穿着，大家也看到跟以往不太一样，她很少穿衬衫，然后出来。有一点不整齐的样子，很少在他身上出现过。今天呢，通通献给台中的朋友了。我们掌声欢迎雅雅带来精彩的过去的孟庭苇的主曲。掌声欢迎孟庭苇。Yeah.
发行了之后，收到很多听众写信给我，说他们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。他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，他有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在这首歌曲里面，也深深为这个歌曲里头的主角感动。那种感动是对于他们感情的那种感动，而不是因为发生这个事情的感动。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歌？秋雨，好大声的，这两个，这边，啊，为大家，秋雨。觉得我的
of my dignity。朋友家人都对我摇头，自己也觉得有点离谱。开始喜欢 I am happy of the way you are treating me。Dump me, trash me, mess around with my dignity。十五秒练习曲。你让我站在这里三个小时有二十分钟，你却给我躲在家里看着电视吹着冷气，你让我伤心。你让我站在这里三个小时有二十分钟，你却给我躲在家里这电视吹着冷气，让我伤心。哒哒啦啦啦啦，哒哒啦啦，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哒哒啦啦啦啦啦。你让我站在这里三个小时有二十。我在家里看着电视吹着冷气，然后
在灰烬的渡口，蓝色的情绪总在角落向我招手，诡谲的灯光照在伤的脸也闪闪，而我站在最接近月亮的地方，在这一段我似乎迷失了方向，透明的欲望，淡淡的忧伤，一颗心忐忑不安，思念怎么会令人仓皇失措，我是否在空气中感情却像他点的烟，终于要熄灭。
重要的任务哦，你要帮我丢海报哦，好不好？街头担心有遇见的孩子，今夜找一个橱窗风筝，让脸快乐一点。想不承认吧，想不放弃吧，想不和他划清界限。习惯了他走在路边，习惯他为我倒咖啡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，对我来讲，或者对现场所有的朋友来讲，它都非常重要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？因为我觉得勇敢的心是非常重要的，要非常勇敢，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能够克服。所以这首歌要送给我们现场，不管你是在工作上面、学业上面遇到了一些挫败，或者说遇到了一些瓶颈，你都可以告诉自己要很勇敢面对明天。如果在谈恋爱的人，也许有人刚失恋，有人正在谈恋爱，有些人期待谈恋爱，那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要相信明天会是一个好美丽的。等你幸福，没
的吧。我想我可以清醒地说服自己，明天是一个完美的日子。Thank you.